君と続いての叫びない明日の人の通り過ぎてく時も我唔识日文，即系我发觉南美当日俊咧，佢嗰啲歌系听唔厌，系听唔厌嘅真哇，唔得，我差过以前好多，我都太耐冇听。嗯，反而是你找高手，我好开心。讲笑我冇所谓。我暗示啲咩？唔系，因为我玩云系列咧，冇，我唔俾人，我唔中意人哋教我打嘅。咦？佢仲有噶？哦，佢连埋你啊！啲歌，大家听埋佢。あなたの手に詰めてる私なら一度でも中。哇！呢个正。好熱血啊！期待啦啦啦，要咩都買得上。你中意呢首歌？我中意中，我覺得佢全部我都中意，呢首係中意多啲。是青春那种热血的重点，然后重要重点是女性唱，即是女性唱，真的因为女性的声是比男性是 soft 的嘛，即是女性唱是这么热血真的少，好劲啊这条歌。
たお子供の喉の下歌うつやだ神をくぐこれから急土曜日もがなるからサニーマインクダニーやがたくかまどとまぜかわしばあなただけにすべてる昔で泣いて待つわつまった即是那把女声去很轻柔的 rap 这里又很正。放學遲了就沒看到沒追開了，但是看那時候就會很入神看的，覺得很型的，現在差不多沒什麼以後的女動漫歌手，可能聽得不是那麼多，那時候都有幾多幾好聽的熱女聲，熱血的女性，咩仲要嗰時唱唔係日式英文，日式英文係喎，啱啱佢哋唱英文嗰啲都聽得出係英文，即係非日式英文。ATV 唔記得咗啦，唔多記得有冇講。之前 Real 佢黄色嗰个 Real 咩噶？叫 Real You 啊，好似系嘛 ？Real TV 啊，佢另外有个 Real You 啊嘛。佢之前有广东话版，佢配咗音咯，广东话版嘅《南面都入樽》咧，我录起晒，我录起晒，我谂住得闲去睇。我睇嗰阵，我喺 Discord 度播咯，即系你时间啱嘅话，咪一齐睇。佢黄色嗰边嗰个，即系专系主要主打专播啲韩剧嗰个，黄色嗰个 Will You 嗰只叫，佢有播动漫噶嘛嗰边咯，跟住佢之前有《南面都入樽》广东话配音版本，跟住我录起晒。讲日文啊，日文网上应该找得到嚟睇啊，比较容易。广东话系少啦。啊，以前 ATV 配广东话《南面都入樽》系神级啊，真系。
TVA， 我都有印象，不过唔睇。我细个我睇美少女战士 ，Sailor Moon。有睇过 ATV 嘅男女偶像都系配得好，系啊。肥仔又点咗首还原，我播埋呢个就揾嗰首还原。你讲还原，我就谂到 game 嘅，即恐怖 game 台湾。你最典型系 CCTVB 同 ATV 都有播。我嗰阵时睇 CCTVB， 以前啲人多数都睇 CCTVB 啊，你都唔睇 ATV， 冇乜睇 ATV， 老人家睇咯。是那隻啊，美歌不知道，没玩完，他有播精神，那晚睡得不好啦。跟住咧開 YouTube 咪睇下片啊，定咩？撳下啲歌聽咧，跟住演説法彈咗藍葉都將啲歌出嚟，跟住撳嚟聽咧，即係你聽咧，你會提神嘅。得閒聽下藍葉都將啊，有益身心啊。是呀，看 ATV 你只是动画和搞笑的东西。是呀，想睡不好，想睡就不要听了，是呀，想睡可能就不要听了。其实冇睇开动漫，我以前都有睇漫画，即系去租漫画睇，都有睇。都有睇过咩？嗰、那个网球王子啦，跟住睇有个咧，好似猫有猫耳咁，嗰个好似系机械人嚟嗰个啦。跟住有睇拉拉啦，跟住仲有睇咩咧？唔好记得，我比较记得呢、這个。跟住我睇落去，我系。哇，好多集，我睇完又仲有好多集，跟住唔得，我冇兴，我即系我唔想追啊，我懒啊，大佬，几廿集已经算多过百噶喎，点追啊？咩超能力网球大战？系网球王子嗰度咩？点解佢冇一首？我想听埋佢仲有首咧咩？好似类似告白咁嗰首恋我嗰首。
为什么好像 Lay 手啊？